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五海子鱼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Secret Neighbor 秘密邻居。今天啊，我们依旧玩的是挑战。那么在上一次视频中啊，我是想大家帮我出出主意，先来看有什么好的挑战内容可以玩。然后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呢、都出了很多的主意。那么其中有一个挑战内容啊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截图的话我就不放了，因为很多人啊都出了这个挑战内容，就是说如果你是邻居的话，你在不变身成邻居的情况下，用小孩子把所有其他的小孩子全部打倒。这个挑战内容啊，我觉得可以，但是这个挑战其实是有难度的。这个难度简单来讲可以分为三点：第一，我非常容易暴露我是邻居；第二，一旦暴露了我是邻居之后，很有可能会有很多小孩子一起来群殴我；第三，如果有小孩子抱团的话，那我更不好下手了，相当于我一个人同时打好多个人。因为这一次挑战啊是关于邻居身份的，所以说如果我进入游戏我是小孩子的话，那我就直接退出了啊。因为对于这个挑战来说充满了未知，我不保证我能挑战成功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挑战内容好吧。游戏开始了，我是什么身份呢？哦，我是邻居啊，运气不错，嘿嘿。 OK， 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实行我们的挑战了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觉得应该来说先挑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逐个击破，这样才是最好的。我找找看有没有机会啊，如果说他们如果不单独行动的话，我感觉也没有办法。这里好像没有人，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先下手。这里有一个小孩子啊，我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房间里面把他给打倒。没有人， OK， 开始行动吧。开始吗？来吧。哦，倒地了，可以。哦，他是邻居，他是邻居，相信我，他是邻居，千万不要救他。嘿嘿，不要救他，千万不要救他，他是邻居。哦，小孩子消失了，嘿嘿嘿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，哈哈。但是这个小孩好像怀疑我是邻居了，我应该暴露了啊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暴露就暴露嘛，哎，谁怕谁啊。啊，但是不过我们先走啊，因为好像又来了另一个小朋友，一打二好像打不过。OK， 他们没有追过来。哇，说实话我能干掉一个感觉还算不错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得找机会。嗯，慢慢来，不急，现在找一下其他小孩子在什么地方。哎，被我抓到了，哈哈。哎呦，没打到他，这为什么有延迟？哎呀，这个延迟有点高哎，这个延迟有点高，我没打到他。嗯，什么时候又来一个小孩子啊？不是一打一吗？怎么一打二了？哦，我不要死了，我被发现了，这样不对呀。哎呀呀呀，被打了。呵呵呵，没事，既然身份暴露了，那就直接开打吧。哦不，我感觉我要被打死了。哦天哪，他们有帮手，得赶紧走。哎，反打，哎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来，哎，有人打倒在地了，哈哈，又一个小孩倒地了，哈哈。啊，你想救他啊？你想救他？他已经没了，宝贝。来 ，come on， 来呀，哈，啊。还有你啊，你想干什么啊？你想干什么啊？想救人？你想救人啊？啊！哎，两个小孩子倒地了啊！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哎呀，好了，消失了啊！还有你，嘿嘿嘿，来起来呀，爬起来呀！哦，挑战成功了。这样就挑战成功了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我居然一局就挑战成功了，刚开始我是没有抱什么信心的，居然能挑战成功。OK， 那我们要不再试一次啊？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游戏开始了，我是谁呀？我是邻居，我终于是邻居了。我开了好多把，全是小孩子，这一次终于是邻居了。OK， 那跟之前一样啊，我们。依旧来完成挑战，咱们呢找一个落单的小孩子去干他。我感觉这一把挑战会不成功啊，这里好多人啊。哎，
扔我干什么？哦，可以啊、哦，他想告诉我让我拿卡是吧？你让我拿卡，那不好意思了，这个门卡我是永远都不会用的。好了好了，可以行动了啊！我也得找一下落单了。哦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有点多啊啊！我先把上面的这个干掉吧。啊，对，进这个房间啊，对，来。想跑啊？你想？哎，怎么打不中？不能打人的怎么？干什么？他是邻居，他是邻居，他是邻居。对，打他，打他，对，打他。哎呦，骗过去了！这些小孩子都以为他是邻居。哎呦，真好骗！好，死了。被骗了吧？他不是邻居，其实我是邻居。你们这些愚蠢的小孩子！哎呀，这里好多人都聚在一起，我该怎么下手啊？这么烦！哎，你进这个地方，那可不关我的事情了啊！嗯，怎么会？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惨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 ！Oh my god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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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哎呀，我暴露了！我本来想把这一扇门给关了，然后里面一对一，但是没想到怎么又突然进来一个人啊！哎，这样的话，在一个空间里面二打一，哎，真的不好打。好了，他们好像有人在自相残杀。哎，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倒地了，可以的。哎呦，这小孩子拿着玩具枪，哎，有点怕啊！这把枪可以一枪把邻居给打死的。嘿，没打中，哈哈，你枪没子弹了，我告诉你。嘿嘿嘿嘿，来呀你啊，来呀啊，来来来来，有本事救他呀啊！哎呀，怎么扔不到他 ？Oh no， 不好不好不好！救人啊！哎呀，居然被救起来了！哎呦，难受哎！他这个攻击有延迟，你知道吧？好烦呐！哎呀，这攻击有延迟是真的恶心。如果延迟比较低的话，真的是全部都干翻。哎呀，又死了，真的好烦啊！他们抱团的话，这个挑战很有可能不成功，很难成功啊！啊，果然有人在屋顶。嘿嘿，你在屋顶的话。那不好意思了，哎呦，这不好弄哎！哇，这里有两个人，哈哈，快走！哇，难受哎，这么喜欢抱团的吗？而且这攻击有延迟，是真的烦。哇，他们现在还剩下最后一道锁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下惨喽！他们马上就要把锁给开完了，我要输了。我把这门口弄上减速的东西，能争取一点时间算一点时间吧。哇，他们大门开了，惨喽！哎呀，先干掉一个再说吧。哎呀，不好打人啊！我去。啊，不好打人哎，这个地方。哎呀，他们逃出去了，难受。哎呀，这个攻击有时候真的很奇怪，就是打不到人。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小孩子了，看看能不能把他解决掉。干掉了一个。啊，这也能逃脱啊！哇塞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打倒在地也能逃出去啊！啊，我又是邻居，可以的啊！继续完成我们的挑战了啊 ！OK， 那咱们依旧老样子啊，看看有没有落单的。这里有人吗？怎么没有人啊？哎，人去哪儿了？哦，有人在这里。
我让你开门啊，我让你开门，你可以开门的啊，你干嘛要开门？哎呀，没扔到他。Oh my god！ 哎呀，他逃跑了，那就打你。他走了就打你，嘿嘿，有人倒地了啊！他是邻居，我警告你们不要救他啊！嘿嘿嘿嘿。哦，哟呵，你还敢回来？你回来想救人吗？没用了，你的伙伴已经消失了。哎，又跑了。哎，那就先干你吧。先干你再说。哦吼，又倒地了。哦哟，好开心，又一个倒地了。哈、啊，有人来救你吗？有人过来了。哦，跟我对打啊！你跟我对打？嗯哼，哎哈哈，两个倒地，可以的啊。哦，还来一个 ，no no no no。哦不，来，哎呀，没打到他啊哈！你想干什么啊？来打我呀！哦，被打到了，不行，不行，来跟你对决 ，come on baby， 我千万不能倒地，我不能倒地啊！又被打到了，好烦。哦，不行不行啊！难受，现在场上还剩下两个小孩子了，人呢？他们人在哪里？他们好像连一道锁都没有开啊！我就跟你们耗时间，我告诉你。哎，还有小孩子去哪儿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嘿嘿，又一个打倒在地啦！啊，有人救他吗？嗯，没有人吧？啊？应该没有人，告诉你们，谁敢救一下试试看啊？谁敢救？谁？谁敢救啊？有谁？邻居获胜了？嗯，奇怪，难道有一个小孩子退出游戏了？当时我看的时候，不是还剩下两个小孩子吗？哦，一个人退出游戏了，你们看。哎呦，简单呐、啊，这个挑战算成功吗？算成功吧啊！一次失败，两次成功了，是吧？好的，要不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如果说大家依旧有什么好的挑战内容的话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区表达出你的想法，看看下一个有意思的挑战会是什么呢？